我突然看到我们吉他老师传讯息跟我说，新垣结衣好可爱，怎么那么突然？可爱。Gaki。晚安，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要做那个啊？我们今天要做火鸡汤台的台呼，大家晚安，晚安一波，各位朋友们。会荡吗？大家会荡啊？大家有荡吗？大家晚安，晚安。我们今天要准备这个平板，就可以放这个。噔噔噔，我好像很厉害哦。好像很厉害。回去，好像很厉害耶！我们今天就用这个来做那个我们的台呼卡卡吗？为什么？大家会卡吗？会卡哦，真的假的？做什么？做上次说的那个啊，火鸡汤台的台呼。卡吗？大家晚安，现场合成，哎，很好玩，我喜欢这个。今天就来做广播吧，一家广播电台，呼！大家其他台也是卡的吗？其他台，所以是声音顺的吗？声音顺的话，我们可以直接来做广播电台。其他台会卡吗？大家要不要去帮我那个勘察一下？帮我去勘察一下其他台呗，看一下其他台有没有卡。卡的话，说完瞬就卡，真是抱歉。谢谢浪 C9C92 的五彩宝石，时不时不卡，声音是顺的嘛，声音是顺的就 OK 了啦。大家听我美妙的声音，谢谢浪客的五彩宝石。突然好凶，我哪有很凶？我哪有很凶？广播要，所以我现在没声音吗？我现在没声音吗？大家，我现在有声音吗？我现在有声音哦，现在没有，你们去看一下其他台。现在只有我在开，礼拜三，大家怎么了吗？有没有什么事？有什么事吗？没有吧？没有，应该没事吧？现在只有我在开，突然很紧张哎，应该没有什么事吧？没有吧？一起卡的吗？很多人都卡。我为大家带来一首《看见夕阳了吗》，相信大家就不会卡。会吗？会是这样吗？是。
在回家的路上。Hello， 谢谢老沙的赞，其他台顺。恭喜嘞！怎么会这样啊？一二三四五，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唱一首歌给你们听。静静静静着着，哎，我觉得我会忘歌词。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虽然总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快乐大于悲伤，或许就算还不差。不愿看见家人更身旁。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就唱一首歌给你们听。静静静静着着，哎，我觉得我会忘歌词。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事特别难忘？走在回家的路上，你没有想法。虽然总会失望，恐怕痛苦也不遑多让。不愿看见家人更身旁，朋友们烦恼牵挂。大家卡吗？我刚才已经卡到自己跳掉了。卡吗？好像蛮卡的哦，还是有点卡。现在好像可以，有一点，但是最起码有。大家有听到我的心？大家有听到我唱《心情病毒》吗？你没有听到我唱《心情病毒》吗？但愿心情病毒的你，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命。还是没听到。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每分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忘得忘西，都怪你。不要这样。大家是不是还是没听到？是不是有卡六秒？顺了是吗？大家顺了，大家顺了。哎，没有，你们好，你们我都已经讲完好几秒了，然后大家开始回没有。大家知道这是大概两分钟前的事情吗？两分钟前的那件事情哎，然后后来我又唱了耶，好过分，好过分哦，你们好过分哦，浪。带有新型病毒的你，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好了，大家至少听到，好不好？好不好？想学会了飞，不再云朵见大家 test， 不管，我们要开始制作台呼。首先，我觉得一家汤台的台呼，我要先把我想要的要件写在一个笔记本上面。不管你们有没有听到，我要开始制作我的台呼了，哈哈哈，一阵一阵的，我哪好笑？我没有，我那么温柔，和蔼可亲，我那么，这是什么笔啊？它怎么长这样？
长这样吗？你们也看不到啊，反正你们也看不到啊，没关系啊。我看一下哦。首先呢，第一个要一个字腔，两个字，一个字腔，两个字腔腔，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哇，好像很棒。一个字腔，两个字腔腔，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不要乱截图，卡哇伊。一个字腔，两个字，口红好红，为什么啊？我不是一直都这么红吗？我的烈焰红唇，算了，你们也听不到，反正你们也听不了。一个字腔，两个字腔腔，三个字写我卡哇伊，然后还有什么？随便啦。提出你们，提出所，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提出手机过热，手机没有很热啊，对啊，手机超冰的，要不要重开看看？我要重开几次？哦，不要再重，我一直重开呢，我都已经开了20分钟了呢，好。谢谢阿顺的康乃馨，好，好，然后大家就是等这一场结束，大家就突然听到我做完一首歌，很突然的，很突然的，我就做完一首歌。声音其实还蛮顺的，但是就是画面会声音顺吗？大家都不觉得顺。画面是听歌，但声音怎样？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一家解惑 time， 好可爱哦！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一家解惑 time。没关系，大家都错过了。一家解惑 time， 然后来自嘉义的王一家，一家火鸡汤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来自好，我要饶舌。哎，大家还在康康卡哇伊？大家真的很久以前嘞，大家好久以前哦，大家还在康康卡，这大概是我5分钟之前讲的话，这大概是5分钟之前我讲的话。来自现在时间是7:52，现在时间是7:52，看一下大家就是什么时候会听到7:52的话。看一下他什么时候会知道7:52，7:52了。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托鸡汤台，我一直都正面啊，我一直都正面啊。你们到底什么多久以前的东西？什么东西？三个字先我随便啦，这样吗？想起你的往该来，大家有没有什么什么留言也是很久，不是留言是很久以前的问题，是你们听到是我很久以前的问题。谢谢 Kinoko 的枫叶，不是我回是很久以前，是你们听到我是很久以前，是这样讲吗？对，谢谢 Kinoko 的枫叶。但这台真的是要有爱才看得下去，就是关于这个卡的部分，卡的部分要有爱才看得下去。随便啦，一家解惑菜。
这样子，这样子怎么样？像那里的挥手的枫叶啊，给他掌声鼓励。虽然你们到时候应该已经不是送这个礼物了。这首歌曲好棒，现在时间，对啊，7:54，对啊，对啊，我看得到，我现在看也是7:54啊，我现在看你的也是7:54啊，是你们听到的时候是很久以后的事情，做好你也不能播，说的也是呢，说的也是呢，我们来加个 beat。那么嗨的吗？有一个字看，两个字看看，三个字嫌我卡哇伊。听说你的黑男杂志一家姐夫在，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那么嗨吗？54分了，我这边也就55分了，对啊。我也是啊，我也是啊，只是你们听到是很久以后的事情。我来得及买乐透是吗？哎，先不管这个，庸格又中奖了。我现在我知道，欸，不是我看到的，你们留言我是同步看到的，大家懂吗？就是你们留言我是同一个时间看到的，只是你们看到我的时间是大概5分钟之后，你们才会看到我念的这个留言，大家懂吗？所以其实就是我是看到同时看到你们的留言的，只是你们会比较晚听到我讲的这句话，大家懂吗？大家懂吗？就很久以前的声音，我慢慢写歌，等一下直播突然断掉会崩溃，就是时数的部分。岳阳电话是岳阳电话吗？什么？7:57，你们说你们听到我的话，我的声音了，我现在已经在制作第二次了，太好笑了吧。
看看这个，这个比较好用、哦。八点了，我也八点了呀，怎么样？我也八点啦，啊，不就很八点？什么意思？啊，不就很八点？我来猜猜看，录音。对，你们都在看三分钟前的我啊！就现在时间是8:01，各位，现在时间是8:01。谢谢阿 K 来当主播，我们来录录看，一个字康，rap 一加 rap 有一个字康，一个字一。一个字康，两个字我们要嗨起来，一个字康，两个字康康，三个字选我卡哇伊，这样子，一个字康，两个字康康，三个字选我卡哇伊，这样子怎么样？好，蛮可爱的哦。蛮可爱的、欸，我们再一次，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选我卡哇伊，怎么样？大家就不要在意我，好，还是我就不要念你们留言了，我就真的是把这个当成广播剧在讲，假装看不到你们留言的。放心，两个字，好像不错哎。妈妈觉得怎么样？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选我卡哇伊。然后再来，再录一个还不错，但是你可以录不要那么口音，好像太高会有点破掉。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不要那么高的。一个字康，两个字康康，一个字康，两个字康康，三个字选我卡哇伊，一个字康，两个字康康，三个字选我卡哇伊，怎样？我也8:03啦。等一下，我再录一个卡哇伊这样子，卡哇伊。这种感觉有没有混音感？等一下哦。可以，然后抑扬顿挫的等，锵，然后卡哇伊。我弄到。稍等，待。
不要气泡。哈，那我要再重录。啊，我再重录一个。一个字枪，两个字枪枪，三个字选我卡，选我，再次。一个字枪，两个字枪枪，三个字选我卡哇伊。然后再录一个，再录一个卡哇伊这样子。这种感觉。一个字枪，两个字枪枪，三个字选我卡哇伊。哎，有吗？有 feel 吗？没有啊，还是要直接。噔噔，我知道了，我再重录一个。字枪，两个字枪枪，三个字选我。然后，哎，我发现这应该戴耳机录才对。我要戴耳机，我要去拿我的耳机。啊！踩到线。妈妈很容易没电耶，欸，这样子你们就会超干耶，就是我觉得这样会很尴尬，就是大家听不到我在干嘛。哪个比较好？泡泡是不是比较好？泡比较好。这是 small room。泡泡好像 large room 呢。好像是泡比较好。有 feel 吗，大家？他们很乖，卡哇伊大声一点。三个字学我，三个字学我吗？大家会听三个字学我？好，那我再三个字形容我，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我来进行一下，大家会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那我很尴尬的，就是戴耳机录。来喽，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别人讲的，再吃。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OK， 来试试听听看，来听听看。不错哦，好像很好哎，大家有懂吗？这个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噔噔噔噔，然后下一段是什么？
一段，下一段的后面。谢谢浪客行之怪，谢谢浪客行之怪哦，耶、yeah ！踩到线，大家还在踩到线，大家还在踩到线，我踩到线都不知道是民国几年的事情了。我已经录完一首歌，8:09，大家各位在8:09的时候，我已经录完卡哇伊的部分了，各位朋友。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然后再来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提出你的疑难，提出你的疑难，提出你的，提出一家看到，一家有看到星之冠，一家有看到星之冠，在8:09的时候，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太随便了，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菜。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菜。呼，好笑，好可爱。我来听一下前面。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菜，随便啦。旋律好还是 rap 好？旋律好还是 rap 好？提出你的意思啊，反正三分钟之后我才会知道你们觉得 rap 好还是旋律好。暴气，暴气！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还有什么可以加？再听一次。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菜哟，来自异地的王一家，一家伙鸡汤菜。我们最后一句，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伙鸡汤菜，一家伙金之冠送到了吗？还好，那也没有很久。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搜一家火鸡汤台，一家是什么音拉吗？哆来发嗦，嗦。嗦嗦发咪发哆，啦啦发咪发啦，啦是什么？啦是 A 吗？一家啦啦发咪发哆，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火鸡汤台怎么样？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好像很鸡汤哦。王才会用，不要，我要王。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很多的，我很喜欢哎，我好喜欢好多的哦。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旋律好，哎、欸，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们说旋律好了，大概在5分钟过后，大概在5分钟之后，我知道你们说旋律好了，太好笑了吧？我知道了，わかりました。我们先把这一段记下。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
我要先把这段记下来。ちょっと待て。ちょっと待てください。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嘉义火鸡，啥？一家火鸡汤团。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呀！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好，可以可以可以。现在吃 WiFi， 但是你们五分钟之后才会知道我是吃 WiFi， 五分钟才会吃到。要拉哪一句话？哪一句话要拉长音？哪一句话？你们说太吗？你们说解或太吗？还是火鸡汤台？五分钟才会知道你们到底在讲哪里。你们在讲哪里呀、啊？太好笑了吧！太好笑了吧！祝你的意难，我刚才旋律唱怎么来着？提出你的意难，砸这一家解惑摊，一家解惑摊，这样子接顺吗？来提出你的意难，砸这一家解惑摊，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哎、欸，好像很顺哎、欸，哎、欸，提出你的意难，砸这一家解惑摊，是不是有在哪里有这个有过这个旋律啊？还是没有？突然觉得这个旋律很熟。加火鸡汤台比较好吧，我的哎、欸，不是嘉义的。地主你的意难，砸这一家解惑摊。哎，我没有插耳机，我在干嘛？我没有插耳机。地主你的好想讲，地主你的意难砸这，地主你的意难砸这一家解惑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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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很可爱。谢谢老师的亲子馆。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突然慢的一家火鸡汤团。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团。这种感觉吗？你要这种感觉了吗？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你要这种感觉了吗？这段好听，哪一段？哪一段？我已经好多了，哪一段好听？哪一段？大家咪手手的掌声鼓励，哪一段？汤可以再拉长一点，汤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这种 feel 的吗？要这种 feel 的吗？一家火鸡汤台，延迟有回来一点，有吗？有吗？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哎，有一点 feel 哦。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的这种感觉，好好玩哦，很好玩哎，大家，大家有在听我讲话吗？你们有在听我讲话吗？不管，但是配这个 beat 好吗？来试试看。一个字汤，两个字汤汤，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
感觉？好像不错啊，好像不错哎、欸，大家。你有累个太久？有，有。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喜欢我卡哇伊。一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大家看到新之冠了吗？接火台什么接火台？什么接火台？再次再次。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嫌我卡哇伊。一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刚刚换你说上次的补钩吗？新之冠好久哦，我什么时候拿了新之冠的？我什么时候拿新之冠来着？好久哦，新之冠。那我们先来录，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 time 这段很可爱。哎、欸，这段大家有觉得这段很耳熟吗？我会不会在期待抄袭某一首歌啊？哪一首歌？我这首旋律很耳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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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妈妈有觉得这旋律很耳熟吗？我会不会只在抄袭某一首歌？但是我没有这个视觉，应该没有吧？剔除你的疑难杂症，剔除你的疑难杂症，大家在声乐听啊，声乐好久以前的事情。剔除。Momo 的那种感觉 ，Momo 对啊，悠悠那种亲子台，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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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是哪一个、啊？是很像的感觉啊。提出你的疑难杂症。钓鱼，钓鱼，钓到什么鱼？不像啊。没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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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感觉很耳熟啊，感觉很像哪里会出现的歌。提出你的。提出踢除你的疑难杂症，踢出你的疑难杂症。大家会觉得这旋律很像吗？踢出，但是我要五分钟才会知道你们觉得这个旋律有没有像哪里。踢出你的疑难杂症，踢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这个可以吗？提出你的，一个字锵，两个字锵，三个字形容我可爱。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吗？提出你的疑难杂症，还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提出你的哦，怎么感觉每个旋律很像？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提出你的疑难杂症。还是有种牵引的感觉。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一家接火台。越差越远，真的。提出你的三个字形容我可爱。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一家接火台。提出多久以前的事情？三个字形容我可爱。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不知道就不算抄袭吗？不知道就不算抄袭。提出你的疑难。
人杂志。给他看啦，给他看乌咪啦。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大家觉得这个好吗？妈妈，你觉得哪个好？要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还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台？后面有切分，切分，我们来切分这样子。我的天哪、啊，大家都在讲我们好久以前的事情。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这很难，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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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没结束，先不要那么慢。一家解惑 time， 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喜欢前者，哎，我们是不是差距越来越小了？我们是不是差距越来越小了、啊？你喜欢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哪一个？你要那个开投票，没有投票功能，没有投票功能。杂症一家解惑，我们试试看 beat 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好啊。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才跟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好啊。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才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还有没？干嘛一直看我？干嘛一直看我？干嘛？装什么可爱？装什么可爱？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yo。提出好，到底要哪一个？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提出你的疑难，现在时间8:27，现在时间8:27，我在等，哎，大家帮我投票一下，第一个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第二个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解惑 time， 大家投票一下，什么一家结婚台，什么一家姐姐 time， 先不要，大家等听到这个帮我投票一或二。然后我来唱歌等你们，来看有什么 Love 修行，看一下 Love 修行。Love 修行。原曲。喜欢上一个人的心情，总是苦涩的，快不能自已。从那一天起，开始对你的冷漠小心。想学会了飞。梦境重叠，忽然感觉世界所有的细节，隐隐约约闪动光辉，内心一半闪亮耀眼。但却无法在那里。
爱情一般闪亮耀眼，但却无法如愿以偿，现实如造化，当的转折为爱不停挣扎。好久没有跳这首歌，我们 Beoflower 很久没有唱这首歌。天哪，忘记了。人を好きになるって、人を好きになるって。ダラダ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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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ダ。あの日々。ダダ。Love should you, love 初心。尾音沉下去的那个版本，不是都上扬吗？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棍。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不是都上扬吗？尾音沉下去，我没有尾音沉下去的版本啊，我有尾音沉下去的版本吗？没有，我在讲一家接火柴。啊！这样是一还是二？完全没注意听，可恶啊！可恶啊！大家。一是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根。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这是二。五米，你觉得呢？米，你觉得呢？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这真的很某某跟悠悠哎。怎样了？生气了！你生气了？你生气？你生什么气啊？这是我的位置。你生什么气啊？没人投票，对，结果没人投票，太过分了！你们给我投，你们给我投票。广播节目哎，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咪嗦嗦的掌声鼓励，跟滑滑的蓝色圆棒。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来自甲乙的王，一家的一家。好啦，我就第二个了，大家，我不管了，我就要提出你的疑难杂症。我要这种顿点感，顿点感，大家懂吗？顿点感。提出你的。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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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いいですよ。いいですよ。第一种比较好，第一种比较好，第一种比较好。我到底要第几种？第一种比较好。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柴。来自甲乙的王，一家的一家，好像大家比较多选第一种的样子，是吧？还是其实你们都没有选？你们是不是都没有选呀？哈哈哈哈哈！一还是二？哇哦！
不管，我就我要录了，大家已经没有返回的余地了，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我来试试看。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结婚，因为妈妈说二，因为妈妈说二，所以我要二。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结婚 time， 这种感觉，试试看。对啊 ，time。因为我注意到你嘴巴有闭起来，所以我不太确定你是唱中文还是唱。我唱一家结婚 time， 还是大家其实以为是台，是不是？一家结婚 time， 一家结婚 time， 大家懂吗？一家结婚 time 这种感觉，我再试一次。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结婚 time， 大家懂吗？一家结婚 time。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来自嘉义，要怎么让那个 beat 渐慢？结合 time， 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可爱。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加结合 time。来加一个，嘿，一加结合 time。来自加一的王，一加的一加和吉他。这个 beat， 我看一下啊，这个 beat。分割，分割，这样，给删掉，删除。然后呢，要知道怎么让这个 beat 延续下去。一家一家结合 time， 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感觉要先录对不对？好像先录比较好。哎，红包哎，谢谢熊毛的红包，谢谢熊毛的红包，先录好了。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大家怎么样？你们也不能说怎么样了，就是这样了。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我抢到红包哎！大家有看到吗？大家有看到吗？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来自一家火鸡汤台，走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然后我们要开始制作。
字加一的网一加的一，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能打针。宇宙绝活通，这怎么样？有恐龙的感觉。一出一大一能打针。怎么样？妈妈喜欢吗？一家接火团，一个字枪，两个字枪枪，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能打针，来自嘉义的，嘉嘉火团，还是要这个。一出一大一能打针，嘉嘉火团，来自嘉义的文艺。重破音，我要重破音。好像也太重了。我蛮喜欢男生。我蛮喜欢这个。妈妈的鼓掌。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嫌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能打针，一家接火团。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菜。这种感觉可以吧？但是我不知道后面的 beat 怎么。刚刚一个很不屑的眼神。后面还在。其实我还想加一个东西，就是。两个字随便啦，这种感觉怎么样？就是加个随便啦，在这个地方。随便啦。我们加加看，硬要加，不管，加加看。随便啦，这种感觉怎么样？不是接火台，解火台，一家接火台，好啦，蛮像接火台的，解火，一家解火 time， 我们再加一个随便啦，怎么样？随便啦，这样。随便啦。会是什么感觉呢？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能打针，随便啦。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还有我的笑声，等一下我把我笑声剪掉。哎，选不到。哎，理我。有了，这种感觉。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能打针，随便啦，来自。一家接火台，感觉可以再。前进一个。No。好像没。回去好了，回去。
生什么事了？我做了什么事？哎，我做了什么事啊？好啦，再一次啦，再录一次啦。没有，就是好像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反正再录一次。没有啦，一句。一家结合他。一家结合他。这种感觉。比较小声吗？还是我唱大声一点？那不然我调大声，第二段的一开始，第二段一开始是这里吧，这样子。不错吧？这样我们的叫声不是那么好收集的呢。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可爱。一除一大一能打折，随便啦。来自甲乙的王，一甲的一甲火鸡汤茶。可是最后的，最后的 beat 要怎么？刺刺刺刺吗？刺刺刺刺，刺刺刺刺。怎么随便录起来比较好听？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米索说那个男生不要，你不喜欢那个男生，他不喜欢那个男生。哦，阿爸叫猫咪，不然无咪，不然这怎么样？合音怎么唱？一家火鸡汤台，台台台加四度，台台台台台汤台台汤台火鸡汤台。不会，我不会合成。鸡汤菜，我要录无限多次一家火鸡汤台，听起来就会有和声，大家懂吗？大家懂吗？吉他，刷吉他。
好好玩哦，喜欢欸，喜欢做乐器。这种感觉呢？这种感觉怎么样？这种感觉好吗？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除一大一能打转，一加接火汤，所以热辣。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一除一大一能打转，一加接火汤，所以热辣。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吗？好像再摔大嘴一点，呵呵，还小大鼓。我们可能要开到9:30欸，因为我现在才播一个小时，我现在才播到一个小时而已，我们要需要开到9:30哦。来哦，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好啊。有 feel 的不对。声音有点土，我们加个混音的感觉。这种感觉会比较好，就是哦，随便放在后面的背景音可能比较变化感。有，这样比较融合，比较融合。来录个和声，我又快要结束了。
谢谢大家。最喜欢打结的耳机了，打结的耳机。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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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这种感觉。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排。好像一家火鸡汤排才要。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火鸡汤台，不会合音，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这种感觉，大家听听看。一个字汤，两个字汤汤，三个字形容我好哇哩。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结果汤汤汤，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感觉啊，他把后面杂音消掉。峰哥，峰哥，峰哥，删除，删除。火鸡汤汤。完整版。一个字汤，两个字汤汤，三个字形容我好哇哩。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结果汤汤汤。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汤。好像很好哦，好像结束了，结束了。还有想加什么吗？大家？除了乌米的胶，乌米胶有点难收集。好像还好。我们来录一下乌米的声，录得了吗？大家？哎呦喂！它是要这样的。请问有录到吗？我冒着生命危险制作音乐，大家请给我一点掌声鼓励，请给我一点掌声鼓励，就是关于我冒着危险制作这段音乐耶。我们来切割一下，这可以加在哪里啊？这哪里都不能加。就是最后火鸡汤台。这样吗？这种概念吗？
猫的生命危险。峰哥，猫可以家在哪里啊？猫到底可以家在哪里？一家随便拿喵吗？试试看，随便拿在哪里？随便喵这样子，随便喵。太难了。一家火鸡汤喵，刚才火鸡汤才大火鸡汤才，那我可以再拉长一点吗？你也叫他叫长一点啊。你就要叫长一点啊。的问题咯，你说这种感觉吗？不是尿的音，那个音效给他唱。这种感觉好。你在干嘛？这什么声音？什么声音啊？感觉。鸡汤喵喵喵喵，不然就要直接切到喵，好可怕！不要啦，喵一声就好。对啊，喵一声就好了啦。一家的一家火鸡汤汤。
这先不要了，有空再录。等乌咪想叫的时候再录。那你过来。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乱大转，在街胡同玩乱发。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怎么样？好像不错。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乱大转，一家街胡同玩乱发。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哎，不错哦。还有要加什么吗？应该没有东西可以加了。还想加什么呀？刺刺刺刺，噔噔噔噔。嗯。帮自己拍手，哦，大家最后面，哦，帮自己鼓掌，哦，不要像鞭炮，好好笑。一家火鸡汤还有什么？是音的吧？这音啊，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怎么样？这样的成品。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卡哇伊。一出一大一乱大转，一家街胡同。
怎么样？还是不要加这吉他，不要加好了，不要加。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形容我好哇哩。一出你的一能打转，加节目特欢乐啦。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菜。为什么有一个键盘声啊？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菜。有一个键盘声是哪里？是，等一下。是你吗？一家火鸡汤菜，一家火鸡汤菜。有一个键盘声。来自嘉义的王一家的一家火鸡汤菜。算了，就这样了。有键盘声也没关系的。台呼结束咯，大家我们结束了，那我们赶快请我们的庸哥交一下作业好吗？请我们的庸哥交一下作业，就是等庸哥看到的时候，等庸哥听到的时候我们请庸哥不好吃，但很好吃。嗯，就是我第一次完整的创造出一个台呼，好像也没有人平常会创造台呼啦。好像蛮不错的。嗯，赶快放回去，放回去吃下去。怎么这样啊？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です。谢谢笨的五彩宝石。是我们的庸格大交作业。続く日々の。是说，就是下礼拜二突然就是那叫什么月薪交期，就是逃避算可耻但是有用，突然要开始播那个不是未完成就是没有公开的画面，突然就是都已经没消息三年了，突然说要开始播布丁超好，但是那个焦糖超好吃，比上次的那个我做的那个好吃一点。许我大家
是我很久以前录的歌，大家听一下我之前录的歌。我要离开怎么走？只听说上面的风景不错，好多次被旁人的数落，不相同。是绝不回头，我早就决定要做个伟大的英雄，却忘了节日的我。那是卡祖笛。你请别想太多，想就想呀呀呀呀呀呀呀，我们都看不透，一眨眼就过了春夏秋冬，我早已要做个伟大的英雄，却忘了你一直在等我。需要的时候，当我想你的笑容，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在最多前走，当你在最需要的时候，爱就随着你牵挂。承受，你总是一个人等我，却还是给了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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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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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是说我这样打字的话，大家会看到吗？交作业哦，这样子大家看得到吗？夜空中最亮的星。作业哟，哈哈哈哈哈！两个字跳跳，三个字写我卡哇伊。码头鱿鱼，码头鱿鱼交作业啊！码头鱿鱼，码头鱿鱼。大概五分钟之后会听到我这段话。教教教，我要发言。教，教起来，教起来。主播哪有好派派？抵住你的疑难杂症，那我要先念排名了，大家。第一名是我们的勇哥 Coquita Drizzle， 谢谢勇哥 Coquita Drizzle。第二名是。第二名是邻国 Coquita Drizzle， 谢谢邻国 Coquita Drizzle。第三名是怀怀 Coquita Drizzle， 谢谢怀怀 Coquita Drizzle。
第四名是两光 Kokita Drizzle， 谢谢两光 Kokita Drizzle。第五名是米搜搜 Kokita Drizzle， 谢谢米搜搜 Kokita Drizzle。第六名是 Ben Umi 神推 Kokita Drizzle， 谢谢 Ben Umi 神推 Kokita Drizzle。第七名是 Kinoko Kokita Drizzle， 谢谢 Kinoko Kokita Drizzle。第八名是浪里的挥手 Kokita Drizzle， 谢谢浪里的挥手 Kokita Drizzle。第九名是西西泪几神推 Kokita Drizzle， 谢谢西西 Kokita Drizzle。第十名是夜空 Sky Kokita Drizzle， 谢谢夜空 Sky Kokita Drizzle。第十一名是熊猫阿正 Kokita Drizzle， 谢谢熊猫阿正 Kokita Drizzle。第十二名是许阿贵 Kokita Drizzle， 谢谢许阿贵 Kokita Drizzle。第十三名是老沙手里的 Kokita Drizzle， 谢谢老沙手里的 Kokita Drizzle。第十四名是奇月 Kokita Drizzle， 谢谢奇月 Kokita Drizzle。第十五名是北原神推 Kokita Drizzle， 谢谢北原神推 Kokita Drizzle。谢谢。列在亚马逊逊的眼镜业障中。交作业。交作业。不是，交作业啦，交作业哦，不是交作业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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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是不是我？我想到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就是可以叫，就是用打字。我真的是很聪明，我真的是很聪明哎，八四很聪明呀。放来给你们听。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卡哇伊。一家接火台。往一家的一家火鸡汤台，一家火鸡汤台，装睡的人是叫不醒的，不要装睡，然后先闪了，拜拜。我也要想骂你，骂你勇哥，我刚刚叫你交作业交那么多次，几次了？三次，我叫你交三次作业。然后呢，你这样给我当作没看到，我真的很难过，切心啦，永格切心，切心啦，哦，真叫切心。如果我现在关直播的话，大家是不是就看不到我延迟的东西啊？还是大家会看完然后我才关掉？会吗？大家会看完我才就是挂掉吗？永格这样真的不行哎，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装睡，就是。是有看到就是看的，看到就回一下好不好？对啊，就是说就这样啊，就这样。还有我骂你，真是的，什么东西？还有骂你，什么还说什么手哥帮我交作业？我现在已经在帮你的作业，我现在已经在帮你用作业了。然后你现在突然说一个手哥帮我交作业，然后如果手哥等一下突然交一个作业，我这样子很尴尬哦，我这样子很尴尬哦，云哥，这样子很尴尬。号段排名好像卡死了，真的假的？那大家加油！我要说什么？大家加油，这样子。頑張って、頑張れね、皆さん。皆さん頑張ります。頑張って、頑張りました。好，我骂完了，勇哥，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骂完了。提出你的疑难杂症，一家接火台，呼！你有听到我骂你吗？你有听到我骂了吗？有吗？有吗？谢我们对乌咪今天很赏脸哎，今天乌咪给大家看到很多他，哼，骂你，我已经骂了勇哥，你等等骂。等等嘛，勇哥，我已经骂了。我要回，我骂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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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五分钟之后，五分钟之后就会听到了。
这样这样这样，五分钟之后就会听到我骂你了，好吗？好吗？不错啦，有五分钟延迟，延迟骂人，延迟骂人 OK 的啦。我要关台了，大家，大家听完我骂人了吗？不是装水的人叫不醒，是装睡，装睡，是装